前桃园市长郑文灿涉入受贿案件，桃园地院前往已具有逃亡串证之余，裁定收押禁见，消息震撼政坛。减掉是不是也应该要扩大侦办，并且去厘清了解说当时有相关的人是不是要进一步的约谈或是了解，我想这是尊重减掉的一个侦办，但是我们还是相信勿枉勿纵，并且让犯罪的人都能够绳之以法。郑文灿担任过桃园市长、行政院副院长，是民进党内要角，如今涉贪遭收押，党内希望司法尽快查出真相。我想这当然关于这个事情，大家一定都觉得非常遗憾。我想我们就尊重司法调查嘛，好，勿枉勿纵，那我们希望司法能够尽快调查一个清楚。大家心情当然不会好，对。民进党将郑文灿停权三年，至于海基会董事长接替人选，陆委会重申确认后向外界报告。至于海基会运作是否受影响，秘书长罗文嘉不评论司法个案，强调同仁都会把工作做好。新唐立志、黄亮简、刘姿莹，台湾腿报道。